吃起来很脆，然后它的味道是汤跟干碟。干碟是？干碟是那个粉。哦，那個、粉了解。对，你把它放一点在你的那个盘子上面，你知道它是很好吃。好。而且它是纯天然的，它没有加人工味精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个放在冰淇淋也好吃。它很夸张了，真的放在甜食上面也好吃。哇，关系酱这个，它除了酸菜的味道，另外的味道就是罂粟酱的味道。罂粟酱的味道，然后剩下是牛味。嗯，罂粟酱是很少见。你可以，在那个干碟吃，会很好吃。那干碟不会太辣。嗯，老板放在这里。你刚吃这个，如果觉得不会辣，这个应该就很辣。你真的吃？你说鸭肠是？对，鸭肠。这主要是带它的，就是带香气啊。我们家的辣是因为你们真的比较不能吃辣，不然我们家的辣其实没有到那种，不是那种很刺激的辣，是很普通的辣。嗯、同意同意。因为天然的辣椒，它辣一下它会散开，啊，如果用辣素做的，也香就不辣。那是。还没有讲，等一下，我先写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是黄喉。黄喉，黄喉就猪的心管。哦。对，那这个不是说很贵，可是它要处理到完全没有味道，很难。嗯、那我们都是自己处理，然后泡在中药水里面，所以你闻我们的三宝、哦，真的、哦，这个我们都是有泡中药，所以其实很在意食。好，那、啊、这个一样也是吃它的口感。好，那沾干碟吃，试试看。嗯，试试看。那这样子大概剩下那个卤肉，其他都吃到。好，OK。